今天其实没有做多少东西，没有专程。那今天主要还是做培正律师平台。那这边的话是那边诶，我是另外一个就 partner。有总共三个人在写了。对，目前在三个人在写。那今天其实有资料的部分还没有整个弄好，那还有结构的部分也没有特别处理。那现在有 Facebook 的登录。好，是不是要那个？明码，哎呀，不可以背，不入可以背，进来了，但是有录音，太糟糕了，切掉，切掉，30个 frame 一秒，太糟糕了，太糟糕了。那这样子就可以登录进来。那个目前资料的部分的话，有一些还没有整个修好。那换回来换，然后再来这边是主要的一个画面。那这边的画面会采用那个 Google 最新的那个 Material Design。对，然后目前就这样子。那下面的东西内容还在制作中，对，大概就这样子。主要还是资料量不够。